整片刘海是假的，啊，他就这样给我吹起来。没错，稍微用到一点核心了哈。我们头要往上抬，然后手打开，像一个 U 字形，这里是弯弯的。对，大家在这里要稍微把肩膀抬起来哈，眼睛会看到手。等一下，整个飞行的过程要维持抬头看前面哦，手要定在这里，风会这样子把你推起来，哦，那你要 hold 住啊，哈，不要让风吹成先这样子啊，哈。小二姐上来哦，要趴好，上要趴好啊。帅气哦！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始体验喽。紧张，谢谢。好，其实不用太紧张啊，哈。等一下整个过程我都会在你身边哈。好。如果有任何状况的话，想要暂停的时候，你就摇摇头。好，我都会在你身边协助你。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有点紧张，教练叫我趴下去的时候，那个风声突然轰了一声，我直接吓到。但是因为有教练帮助，就进行得很顺利。然后到后面看到我妈妈在玩的时候，她整个脸哦面目全非，然后头发乱跟什么一样，鼻孔撑得超大的，超好笑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体验。面目全非。头发乱跟什么样？鼻孔撑得超大的，没错，那我本来是应该这样。你要在吹的时候，鼻孔超大。